哦。好了，为了哈，解决哈，咱鹿港这个假日啦，啊，这个车辆的这个拥塞哈，啊，咱安尼会当讲会影响到咱的居民，啊，佫会当提升吼，咱观光客来到咱鹿港这个观光的品质。所以咱公所的团队吼，啊，积极吼，啊，伫咱这个第一公墓边啊吼，啊，来安尼规划一段吼，啊，超一公顷，会当歇咧超300多只，诶，这个停车场。啊，会当提升到讲吼，咱公客来到咱鹿港啊，针对啊来到鹿港旅游啊，针对停车的一个问题，那尤其啊，咱鹿港吼会当讲是一个观光重点啊。近年来啊，因为停车的问题啊，造成吼咱市区内常常吼啊，到这假日啊，常常拥塞，啊嘛影响到吼咱在地居民真侪安生活诶种种的问题。所以咱公所啊很积极就找出了吼，讲会当吼来改善。啊，咱这停车问题啊，能够活化咱南区的一个啊，你这旅游，所以伫咱这吼啊，这第一公墓，这嘛归属伫南区这边吼，会当讲来做这个停车场。未来如果这个吼规划完成，那、如果能够在完成之后，能够改善地方的一个停车，买当提升到咱观光的一款这品质。所以吼，伫这咱未来买当哦配合的吼啊一些车辆的接驳，还是讲这三轮车的接驳，一能够把游客带到南区的一个旅游。买当讲活化咱南区的整个南区的一个旅游哈，这个品质带活络哈，咱南区很多的一个景点，所以伫遮哈啊买当讲啊，咱安尼做了这个停车场之后，买当讲吼，哎，予咱来在地哈啊改善咱的这个安尼，这个安尼当地居民哈啊不会造成吼国家里啦啊造成拥塞在问题，啊买当讲予观光客啊来到咱遮。哦，会感觉有真舒适的吼，啊，嘛有即个好个即个停车场，欢迎来安尼做停车。啊，咱即块土地吼，买当讲连接吼，伫144啊县道吼这边啊。那从吼啊，咱若按即个中华交流道落来，去连接吼，咱即个复兴即南华环行即个吼啊快速道路啊来连接吼，啊来到咱即块停车场。啊，是讲咱伫即个吼76线吼落来了后吼，顺着元大牌落来，来到即个停车场。说真的哈，咱这个停车场这个位置哦，还是当讲吼，咱这个出入一个重要这个重地，所以呐做完相信买当吼，把咱旅客来到这，有一个安停车方便的这个所在安尼。好，